比赛正式开始，这是我们在腾讯视频、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本赛季啊，2022赛季中超联赛轮次上的主队广州队啊，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。角球，前点，无锡摆，无锡往后摆，这是刘若凡拿到。嗯，这一下守门员立功了。没错。李云秋套边，曹云丁走外线，传中，质量后点，后点还不错，点不错，没人包。巴索哥，巴索哥脚下确实快，好球，哦，头球，这是毕金浩的头球啊。广州未赢够，好球，韦世豪的一个渗透，这是杨立瑜左脚，漂亮，这是打到目前为止广州队20分钟啊第一次有组织的进攻，嗯，擦出一些火花。哎，这是在左路，然后呢内切横向的盘带，再塞给杨立瑜。蒋光泰现在在替补席上，严鼎浩也算是一个。哦、哎，这一停球，曹云定一对一，曹云定走内线射门，好球，想法挺好，这下是用右脚要勾射远角，这球是接触球的部位有点低了，哎，一就是球就会越高嘛，嗯，就是他这个球有点。这打好了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前场抢断，在巴索哥跟他的发生身体接触之后啊，赵文哲失去了对球的，嗯，又是前场的抢断，无锡漂亮，刘若凡走外线打门，漂亮，哦，这个球差一点点，好，这下是控制住了，这是无锡的前场反抢，对，紧接着一个渗透，你看这就是能力，抢下来球第一时间能向前啊，给的还不错，嗯，刘若凡这一下还可以，李云秋，曹云定中间也有人，看看后点位置，漂亮，哦，这个球是无锡没有包上啊，那守门员没摸到，这是有守门员这一下是玩了命了，往外扑啊，哦，对，守门员这一下是跟我们再看看这次无锡的转移难度非常大，但是勾过来勾到后点给到自己的队友刘若凡啊，这时候曹云定，哎，再来一小斜线，啊，无锡没想到这球能漏过来，对，以为是守门员的了呢，没错，啊，这一下等于说是脸撞在腰上了，嗯，哦，脸撞在这个，对，差不多，对，撞到他这个腰部臀部，腰和臀部这个位置，关键是好球，这右边有一个小的配合，好球，漂亮，看看左路已经空了，能不能转过去，自己带球往上塞过来，越位林杰，漂亮的一脚打门啊，这是中目标的进攻，哦，给了越位啊，越位还是吹了越位的到中间，哦，还真的是越位，越位没错，太有关，哎呦，这边是上了救护车了，那应该是奔医院了啊，哎呦，这是有内伤啊，那个，再来二打一，这一下好了，啊，巴索哥一对一走内线，嗯，在后套到外线，看看倒三角，嗯，这个位置没人，啊，这哦，传中一瞬间的手球，对，这是身体的，哦，你看主裁判要过去看一下 VR 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了啊，这个，啊，是主裁判来决定，而且你看这下王哲，啊，他在场边看也是看反复看好几遍啊，对，他也是在看，这个，决断不好做，对，他也是在看这个球到底是否是有意识张开， 他比划了一下这个动作，对，因为现在有一个他是自然和不自然，嗯，他有这个概念，哦，这是给了个点球啊，给了个点球，追了这一下陈日京，去年罚的是守门员的右手边，嗯啊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所以看他就是右脚打的顺脚，对，打的顺脚，打的守门员右手边，他的左手边，啊，这下打了，直接打中路，嗯，这是，嗯，这是一个上脚啊，哦，这其实还是个逆脚是吧？对，逆脚的上脚，对，逆脚，这种点球打出来是不是挺有信心的？这种点球打出来是质量非常高的点球，没错，那守门员确实上脚的时候很难碰，没错。所以打到这个时候有哦，在这儿要丢球，哎，前场在这儿丢球不是好事，反从王一甲抢球。林杰再给他中间，严鼎浩打门，就是封堵住了路线，好球，对，你看这反击的空间就有了，对，你看看好 球看看来了，看看能不能打进，哎呀，啊，那这个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由跑来决定的，没错，啊，就是没有跑动，好球，哎呦，这球有点可惜，
把索哥走内线，再来，哎，推边。他这两下你就感觉这脚下力量特别好。他过人确实好，哎，因为一能力确实强。好球，这输了，抢二点，好球，好球。看看走内线，拨到中间，打门，直接打漂亮。哦，这个球是非常高质量的机会了。打得很好了，艾斯卡尔，哦，这个球奔着十分角就去了。对，这球是马震立了一功啊！马震是非常高质量的一次扑救。前点，前点没有打，后蹭，漂亮！哦，这是边网啊！这是脚跟来勾的吗？看一下这球，韦世豪，哦，韦世豪碰了一下，右脚贡献了一次非常漂亮的。一次反击当中的射门，以及这一次抢点，孙世林。嗯，好，这是孙世林的结束门球开出来，比赛结束。上半下半场54分钟，上海申花的点球进球，啊，这是朱晨杰帮助球队呢是在决赛首轮比赛当中是1-0打败了广州队。